伊朗出动超过300枚导弹同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以军话大部分喺境外被击落。政府会由五大办查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年终会成立数字政策办公室统筹政策。发展局话，今年会研究以投资方式支持本地组装合成产业发展。 各位，我系彭洁华。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近半世纪以嚟第一次直接袭击，报复以军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以军话，伊朗出动超过300枚导弹同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境内嘅目标，但几乎全部喺境外被击落。伊朗话行动已经结束，但警告如果以色列报复，伊朗会作出比呢一次空袭更大回应。 喺以色列耶路撒冷上空，不断有飞行物遭到防空系统拦截，响起防空警报并传出巨大爆炸声。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同样有唔少飞行物划过夜空。 邻国约旦安曼亦有飞行物遭到拦截。以色列传媒话，美军喺约旦同伊拉克上空对伊朗导弹或者无人机实施几十次拦截。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话，伊朗发射超过150枚巡航同弹道导弹，以及超过170架无人机攻击以色列，部分嚟自伊拉克同也门，当中90%喺境外遭到拦截，只有部分落喺以色列境内。 南部一个军事基地轻微受损。当地救援组织话，一个7岁嘅女仔遭到导弹碎片击中，头部重伤送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战时内阁会议，商讨应对。佢之后喺社交网站话，以色列将会取得胜利。当地同区内多个国家，包括约旦、伊拉克同黎巴嫩，一度因应伊朗嘅攻击关闭领空，星期日重新开放。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今次行动系针对以色列犯下嘅众多罪行，包括月初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导致几个指挥官身亡。警告若果以色列报复，伊朗将会作出比今次空袭更大嘅回应，又警告美国政府唔好作出任何支持以色列嘅报复行动，否则驻扎喺中东地区嘅美军基地将会成为攻击目标。 伊朗同宿敌以色列喺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旧年10月爆发新一轮冲突之后，关系进一步恶化。今次系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嚟，伊朗第一次直接攻击以色列。有分析话，伊朗希望透过今次攻击重建对以色列嘅威慑，但无可避免令双方嘅对抗升级，将会为中东地区局势带嚟更多不确定性。 无线电视记者罗永山报道。国际社会关注中东局势发展，中方呼吁有关方面克制。美欧等多国就谴责伊朗施袭。不过有美国媒体引述一个白宫高层话，美国总统拜登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唔支持以色列向伊朗采取反击。联合国安理会同7国集团稍后开会讨论中东局势。 伊朗空袭以色列嘅行动令中东紧张局势升温。喺北京，外交部呼吁有关方面冷静克制，避免局势社会特别系有影响力嘅国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就提醒当地嘅中国公民同企业密切留意安全形势，避免前往敏感地区同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安全防范。 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国总统拜登缩短特拉华州行程，返华盛顿即时同国安官员商讨对策，其后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话以色列展示出非凡嘅防御能力，境内冇重要设施遇袭，形容系一次胜利。
他又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防卫承诺坚如磐石，协助以色列击落几乎所有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拜登星期一将会同七国集团领导人开会，协调联合外交回应。美国防长奥斯汀说，无意寻求同伊朗冲突，但是美方会毫不犹豫协防以色列，亦都要求以方在作出任何回击行动之前先知会美方。英国首相辛伟成说，英方会继续支援以色列和所有英方中东伙伴，包括约旦和伊拉克的安全。正是访华的德国总理索尔茨谴责伊朗袭击不负责任，令地区陷入全面战争风险，强调德国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联合国安理会稍后将会召开会议讨论中东局势。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伊朗大规模施袭，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强调中东地区和世界都负担不起另一场战争。无线电视记者林海莹报道。翻嚟本港，政府计划从五大范畴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包括今年年中设立数字政策办公室统筹政策，亦都会资助中小企数码转型。数字经济包括电信、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嘅行业，亦都涵盖日常嘅电子支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会从五大范畴加强数字经济。等立法會完成審議之後，今年年中會設立數字政策辦公室，全面制定和實施推動相關政策，同時會審視相關法例和指引，為科技發展預留空間和應對數據安全風險。為了協助中小企數字化轉型，數碼港在上個月底推出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資助購買電子支付、客戶管理等的服務，下一步將會擴展至零售業，預計最終會惠及最少8000間中小企。在加強數字基建方面，後年起逐步推出企業版的智方便，為180萬間香港企業提供數碼簽署等的功能，可以支援政府電子服務和金管局的商業數據通，方便金融機構進行審查。截至去年年底，商業數據通已經促成超過13000筆的貸款申請，總貸款金額接近120億，未來會比銀行在企業授權之下更易獲得它的數據，便利中小企貸款審批。未來會繼續促進數據本地和跨境流動。在去年年底，大灣區個人信息跨境流動先行先試，只有銀行、徵信和醫療業參與。陳茂波說，業界反應正面，未來會擴展至更多行業，亦都會促進數據作為資產交易，研究構建良好的數據交易生態，包括推动国际数据贸易规则制定。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发展局说，今年会研究以投资方式支持本地组装合成产业发展。组装合成技术加快起屋，近年越来越盛行。房协首个组装合成项目沙田长者住屋松月楼日前完工，十层一共用了229个预制组件，二至九楼全部都是钢制组件，五个月内完成吊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房协运用剩余地积比在月明村兴建松月楼，俾长者屋村宽敞户申请调迁，腾出原有单位重新编配。房协早前已经收到100份合资格的申请，经抽签之后已经全数租出，首批住户最快今年第二季入伙。除了房协，房委会、市建局和医管局等超过70个项目已经采用组装合成技术。发展局话，已经预留北部都会区用地，并且会在龙鼓滩填海范围起先进的建造产业园区，建设本地组装合成生产设施和培育专业人才，并且考虑怎样进一步推展技术。在先进建筑科技领域，组装合成建筑法是一项重要的突破。政府今年会展开研究工作，考虑以投资方式支持组装合成产业发展。研究方向包括探讨投资组装合成供应链的机会、形式、风险和回报。发展局又会在今年内成立建筑研发及测试中心，推动建造业界创新应用。无线电视记者刘传玉报道。市建局行政总监魏志成说，会致力将艺术文化融入教区，包括在湾仔活化项目设香港文学馆。魏志成发表网志说，昨日出席泼水节嘉年华典礼，乐见龙城展现独特地区魅力。市建局团队早前公开招募壁画艺术家，为龙城区项目附近街道或者大厦外墙创作大型壁画。招募在上个月结束，合共接获大约30份的申请，大部分是来自本地，亦都有来自泰国、
德國和法國等地。而在今年6月，香港文學館將會落戶灣仔茂羅街7號，並開放給市民參觀。開幕展覽將會以花為主題，同時將會在公共空間擺放花藝裝置，塑造成文學花園。休息回來會有其他消息，稍後再見。回來新聞時間，多個紀律部隊和民安隊趁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就快到，舉行開放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消防處處長楊欣健等的陪同下出席升旗禮。又到展覽區試玩攤位遊戲，開放日吸引不少人到場，入場人士需要事先申請和抽籤。我都很喜歡消防和救護這個職業，所以就想來學下他們救人。我和他們說了辛苦了，還有我都覺得他們很出色， 我想他們應該可以做到社會的救人英雄。我覺得消防員 很勇敢，然之後很想學他，大個想做救護員。為什麼呢？因為覺得 他們很有用。今次的開放日亦都設有體能測試，好像這一項柔軟度測試一樣，只要達到21厘米就合格。好似我咁樣咧，就係僅僅合格啦。民安隊亦都舉辦開放日，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出席。佢提到上個星期三，佐敦華豐大廈3級火，一個休班嘅民安隊隊員途經挺身協助救援，讚揚係勇敢同埋無私。一邊開喉射水，一邊安撫居民，話頂多陣啦，救援嚟緊噶啦。更加指導在場嘅7位地盤工人，用燒焊工具燒開有外逃生的鐵絲網，最後是成功救出了超過10位居民的。他又說落實基本法23條，為纏繞香港多年的問題畫上圓滿句號，能夠更加有效保障國家安全，令香港可以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無線電視記者彭永熙報導。明天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區國安委將會舉辦開幕典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經線上參與視像參與。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來到第9屆，香港特區國安委到時將會在灣仔會展舉辦開幕典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率領港澳辦領導班子全體成員在北京以線上方式出席典禮並發表主旨致辭。身兼國安委主席的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熱烈歡迎，說今年是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10周年，亦都是香港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第1屆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有重大意義。又說現今世界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家安全風險和威脅可以突如其來，而且可以具有持續和潛伏性，手法層出不窮，市民必須要保持警惕。警惕海外乱港活动。夏宝龙去年4月中曾经来港考察，亲身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致辞话希望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要警惕和自觉。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巴黎奥运7月底揭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相信取得奥运资格的香港运动员较上一届少，又话港府今次额外购入网上播映权，會再探討係咪能夠俾其他嘅網上平台用。香港運動員喺上屆東京奧運攞到1金2銀3銅，歷嚟最好嘅成績。今年轉戰巴黎，暫時攞到20個參賽資格。文體旅局局長楊潤雄喺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話，唔會估計能唔能夠維持甚至係突破上屆嘅成績。最重要係運動員能夠發揮應有嘅實力，稍後會確定參賽人數。有啲團體賽嘅，即係變咗運動員比較多啲嘅。今年喺嗰個別一兩個，好似都個成績未夠其他嗰啲競爭勁。咁所以可能人數我懷疑今年我估計可能會少啲。政府連續第2屆用公帑買入奧運嘅播映權，楊潤雄話係考慮到經濟同埋電視台意向，早喺舊年底已經洽談。他認為買入之後再要求電視台分擔一些相關成本，會衍生不少的問題。免費提供反而令到對方配合政府的播放要求，又透露今屆的轉播會更加全面。
除了電視轉播權咧，仲有其他啲權嘅。上次我哋就冇去購入嘅，今次我哋其實就全套購入咗嘅。如果喺其他嘅轉播權，即係譬如喺平台上邊嗰啲，咁當然我哋都歡迎，即係電視台可以做啦。咁但係係咪其他嘅平台我哋就唔可以做咧？咁呢個我哋可以再傾。不過香港快巴黎六個鐘，唔少嘅賽事可能深夜進行，會唔會有影響咧？東京奧運會同我哋即係完全係同一個時區，有好多比賽可能好多人翻緊工，可能佢亦都唔方便去睇。咁但係而家你有個時差嘅時候，可能對某啲人嚟講，佢更加容易去睇。食完飯之後嚇，揾啲節目咁，然後先去睇個比賽，呢個亦都係可以係一個選擇。咁可能對嗰個推動經濟，可能仲帶嚟更加多正面嘅效用。咁至於出年十一月粵港澳三地第一次合辦全運會，本港承辦嘅八項賽事同申請有出入。楊潤雄話：部分係受到環境條件限制，不過只有四項嘅賽事喺啟德體育園舉行，會唔會不如政府預期呢？做全運會嘅項目固然係歡喜啦，但係呢個亦因為唔係我哋喺啟德體育園嘅即係最終嘅目標咧，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冇所謂話即係會唔會失望啊？他說會做好交通安排，啟德區內今年亦都有酒店落成，不太擔心配套問題。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觀塘一間找換店上星期被人搶劫，警方拘捕一個男人，說他因為欠賭債而犯案。被捕27歲男人黑布蒙頭，由警員押走調查。上星期五中午，警方接到報案，說一個男人持手槍類的物體打劫觀塘考明街一間找換店，劫走180,000港元同人民幣，搭的士逃去。警方經追查，得悉賊人在深水埗耀東街落車，並將部分嘅款項交俾一男一女，又多次轉換裝扮。警方翻查閉路電視，凌晨在將軍澳拘捕報稱擔任保險經紀的疑犯。警方話，賊人犯案前一晚在澳門賭輸錢欠債，犯案的時候手持的是氣槍。又正係追查涉案嘅一男一女身份。河北秦皇島市尋日有非法改裝嘅遊覽船翻側，造成12人死亡，船主同相關嘅負責人已經被扣查。事發喺尋日下晝大約2:30，嗰艘嘅船載有31個遊客，駛至圖林口水庫下游之後翻側。網上片段可以見到，船上面嘅人員係冇著上救生衣。當地派出過百人參與救援，行動持續至到今朝早7:00結束。初步調查話，涉事嘅遊覽船違法經營。河北省紀委監委已經啟動追責問責工作。央視新聞報導，嗰一批遊客大部分係老人家，跟團從唐山市去到當地旅行，現時仍然有10個人留院。有航空公司疫後復辦青少年航空業培訓計劃，今年第一次擴大至到大灣區的內地城市，俾學員到珠海參觀當地航空教育基地，了解國家航空業的發展。鄧傑瑩在珠海了解過。國產飛機怎樣製成？國家自主研製的應急救援飛機怎樣用在滅火和水上救援？國家的航空業發展過程又是怎樣？在這個位於珠海金灣機場附近的全國第一個中小學生航空教育基地都可以了解得到。國泰航空疫情後復辦飛躍理想計劃，透過航空訓練和參觀等，讓學員進一步了解航空業發展。今次第一次安排大約300名14至18歲的學員走入大灣區。有學員說計劃加深了對國家航空業的認識，希望將來投身航空業。航空這方面呢，就是在大灣區現在發展都非常迅速啦，市場的需求都很大啦。在香港比較參觀都可以見到民航機，還有通常是外國的制度的機啦。今次來到就見到其實原來現在國內的飛機原來已經發展得很迅速了。國泰說疫後航空業逐漸重上軌道，不少年輕人看到行業潛力，今年參加計劃的學員比上一屆多了1倍，希望透過到訪大灣區令他們增廣見聞。
大灣區的航空業和大灣區整個市場呢，對香港的輸落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都希望今次年輕人可以來到大灣區，可以理解一下我們國家的民航業的發展，一些不同的技術的應用，一些救援的飛機、直升機、無人機，那這些在香港都在機場都比較少機會見到，那我覺得這些方面都是為了年輕人帶來一些很好的體驗。這個計劃未來亦都會研究去到大灣區其他城市，例如廣州、深圳等地方參觀，只要學生對航空業有熱誠都可以報名參加。無線電視記者鄧潔瑩在珠海報道。總之佢係冇辦法係可以即係偽冒到，即係唔係一個貼紙嚟嘅咯。海關計劃喺香煙或者煙盒上面印識別碼，打擊白牌煙。夏寶龍聽日以視像方式參與香港舉行嘅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伊朗出動超過300枚導彈和無人機攻擊以色列，以軍說大部分都在境外被擊落。大家好，我是黃善河。海關關長何佩珊說，計劃在每支元帥香煙或者煙盒上面印識別碼，令市民更加容易辨識是否私煙，對打擊白牌煙尤其有用，又建議將走私香煙列為嚴重罪行，加強阻嚇。本港連續兩年加煙稅，二月底開始每包煙年稅差不多要過百元。香港海關都會採取一些。海關關長何佩珊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過去個半月在各個口岸倒破大約2200宗口岸私煙案，按年急增17倍，一共檢獲8600萬支香煙。全面通關之後，跨境旅客的數目不斷咁樣上升啦。咁而我哋都亦睇到咧，各個風險咧，可能係嗰啲過境旅客咧會帶多呢啲免税煙，加咗煙税，咁可能即係大家都會即係想搏下懵，咁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帶到呢啲咁樣免税煙過嚟啦。政府去年年中諮詢公眾，多項加強控煙措施，包括建議仿效外國喺元帥香煙加上標籤識別。何佩珊話有計劃咁樣做，主要係打擊白牌煙，即係有不法分子先入口少量雜牌嘅平價煙，俾咗税以取得進口許可證，再利用嗰個證套上元帥煙嘅包裝，偷運未元帥嘅平價煙。香煙嗰上面咧，又冇一個即係規定咧，一定要加翻嗰個批次嘅編號落去。許可證咧，亦都冇話一定要綁定一啲以元帥香煙嘅批次嘅，執法上啊或者搜證上咧，係有一定困難嘅。所以初步構思係喺每支以元帥嘅香煙或者每個煙包上印上獨一無二嘅識別碼，並且綁定香煙批次號碼。海關只要掃描就可以知道香煙嘅批次號碼、來源、流向。即係話我哋咧提供咗一個渠道，俾賣煙嘅商户同埋市民去核實呢一啲係咪已經元帥嘅香煙。總之佢係冇辦法係可以即係偽冒到，即係唔係一個貼紙嚟嘅咯。究竟係邊個負責去提供呢啲所謂識別碼或者你講嘅 QR code 啦？我哋仲喺度研究緊。究竟係咪一定要是海關去提供啦？突然話海關去一個獲海關批准的一個機構去做呢樣嘢，會比較適合啦。咁呢個亦都係喺我哋嘅研究嘅範圍裏邊咯。何佩珊透露，另一招係建議修例，將走私香煙嘅罪行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入邊，向法庭申請沒收同私煙活動有關係嘅犯罪得益，最終最有效咧。就係截斷佢嘅資金來源，咁所以咧擺到落去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咧，其實係一個有效嘅一個即係我哋所謂嘅執法嘅武器啦。對於有意見認為應該要再收緊另類吸煙產品嘅政策，例如係管有自用嘅電子煙同加熱煙都屬於違法，何佩珊就話：本港嘅整體控煙政策需要平衡各方嘅意見，亦都要交翻俾政策局去考慮。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明天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區國安委將會舉辦開幕典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經線上視像參與。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來到第九屆，香港特區國安委到時將會在灣仔會展舉辦開幕典禮，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率领港澳办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北京以线上方式出席典礼，并发表主旨致辞。身兼国安委主席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热烈欢迎，说今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亦都是香港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后第一届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有重大意义。又说现今世界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和威胁可以突如其来，而且可以具有持续和潜伏性，手法层出不穷，市民必须要保持警惕，警惕海外乱港活动。夏宝龙去年四月中曾经来港考察，亲身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致辞话希望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要警惕和自觉。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转睇国际消息，伊朗向以色列发动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直接袭击，报复伊军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伊军话伊朗出动超过300枚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境内目标，但几乎全部都是境外被击落，袭击造成最少12人受伤。伊朗话行动已经结束，但警告如果以色列报复，伊朗会作出比起今次空袭更大的回应。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上空，不断有飞行物遭到防空系统拦截，响起防空警报并传出巨大爆炸声。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同样有不少飞行物划过夜空。邻国约旦安曼亦有飞行物遭到拦截。以色列传媒说美军在约旦和伊拉克上空对伊朗导弹或者无人机实施几十次拦截。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伊朗发射超过150枚巡航和弹道导弹以及超过170架无人机攻击以色列，部分来自伊拉克和也门，当中99%在境外遭到拦截，只有部分落在以色列境内，南部一个军事基地轻微受损。當地救援組織說一個7歲的女仔遭到導彈碎片擊中，頭部重傷送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召開戰時內閣會議商討應對，他之後在社交網站說以色列將會取得勝利。當地和區內多個國家包括約旦、伊拉克和黎巴嫩一度因應伊朗的攻擊關閉領空，星期日重新開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今次行动是针对以色列犯下的众多罪行，包括月初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导致几个指挥官身亡，警告若果以色列报复，伊朗将会作出比今次空袭更大的回应，又警告美国政府不要作出任何支持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否则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和宿敌以色列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去年十月爆发新一轮冲突之后关系进一步恶化，今次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第一次直接攻击以色列。有分析说伊朗希望透过今次攻击重建对以色列的威胁，但无可避免令双方的对抗升级，将会为中东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国际社会关注中东局势发展，中方呼吁有关方面克制。美欧等多国就谴责伊朗施袭。不过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不支持以色列向伊朗采取反击。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东局势。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一批强硬派的政府支持者上街庆祝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不过亦有不少民众对局势升级感到忧虑，多个油站外都大排车龙等候入油。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就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留意安全形势，避免前往敏感地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安全防范。在北京，外交部呼吁有关方面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国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国总统拜登缩短特拉华州行程，返回华盛顿即时同国安官员商讨对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说以色列展示出非凡的防御能力，境内没有重要设施遇袭，形容是一次胜利。他又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防卫承诺坚如磐石。不过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一个白宫高层说，拜登向内塔尼亚胡表明美方不会参与任何以色列反击伊朗的行动，亦都不支持以方作出反击。内塔尼亚胡就说他明白。美国防长奥斯丁说无意寻求同伊朗冲突，但美方会毫不犹豫协防以色列。而一个以色列官员指出，奥斯丁要求以方在作出任何回击行动前先知会美方。英法德等多国都谴责伊朗的袭击行动，扬言会继续支持以色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对伊朗作出强烈谴责，强调中东地区和世界都负担不起另一场战争。安理会应以色列要求稍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东局势，而七国集团亦会举行视像会议商讨对策。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回来新闻时间。近期小朋友感染流感引发严重并发症的个案，大部分都没有接种疫苗。港大建议为小学提供喷鼻式疫苗，提高接种率。研究团队用了三年时间访问超过1000人，发现六成几的家长认为喷鼻式流感疫苗比较容易被小朋友接受，当中八成认为比较方便，七成觉得可以减少对接种过程的恐惧。但是現在本港小學都沒有提供疫苗，透過已經弱化的病毒用噴鼻形式激活免疫系統，適合2歲至49歲的人使用，接種過程不痛快速。由於是模仿經鼻感染的自然過程，亦都有可能令到免疫保護更加強和更加持久。現在美國、英國和芬蘭都已經核准使用噴鼻式疫苗，特別是用在小朋友和青少年身上。星期四晚在鴨脷洲海怡半島對開墮海的16歲少女現至昨晚不治。星期四晚近7點，警方接報有人在海怡半島對開墮海，趕到之後救起一對男女，包括16歲女學生，當時兩人已經昏迷，其中60多歲男人送院搶救之後不治。據了解，男事主在釣魚期間發現一個女人墮海，跳落海救人的時候出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前夕，內地公布十大反間諜案例，涉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事件的李亨利案排在第一位。當局有公開美國籍香港男人梁成運的懺悔片段。今年是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的第十年，國家安全部星期日發文指，必須要將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特別是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又發布專題短片，列出十宗重大間諜案件，榜首的是李亨利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案。他被控在2019年提供資金支持香港反修例活動，2021年在內地被判囚11年。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公民麦克尔的案件就并列第二位。我很后悔，我想告诉所有的华人、中国人，他们的甜言蜜语是假的。去年五月，因为从事间谍活动遭判处终身监禁的美国籍香港男人梁成运安排第三。除了政治、军事，国家安全机关亦都指，近年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持续加强渗透粮食领域。在2022年至2023年间，当局就调查和审查了11间企业、近百名疑犯，以及一宗窃取国家盗种及制种技术案件。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主要以高价购买种子为诱惑，私下将我国禁止出口的杂交水稻亲本种子提供给对方进行试种，经过试种以后，对方进行选择，再大量的出口亲本种子。
屬於國家戰略性資源的稀土近年亦都成為目標之一。國家安全機關成功破獲一宗境外公司非法搜集、竊取稀土領域國家秘密案，涉案的兩個人分別獲刑11年和11年半。無線電視記者陳雪儀報導。德國總理索爾茨抵達重慶，展開3日訪華行程。索爾茨此行率領包括寶馬、平治和西門子等多間德國企業高層組成的經濟代表團到訪，之後會轉去上海和北京。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強會分別和他會面，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今次是索爾茨就任總理以來第2次訪華，亦是今年第1位訪華的西方大國領袖。